把人家叫成屎叔羊大小。Thank you.
靠杯。哎，那边在排那个比赛，你们哎，我们四包。那你不能去的，气场。哇，好酷！现在怎么那么小？太邪了。那个阿哥伯乐，我刚才以为上面没装东西。有啦，上面有啊。哇，黄彦龙在扣哪里？黄彦龙太远了，才只能扣他而已。黄彦龙，很有实力。二十二十，乱扣乱扣。再两分，再两分，再三分，谁十二？他们十二，他们十六班十二。感觉我们班就是没有比赛，然后最终来了。有。二十十八，就比起啊，看不到那比分嘞。二十分，二十个十八分。哎，为什么会打到？三分，差距压两分，打二十。二十跟十八，哦，二十跟十八，真的。女朋友在看，女朋友在看。Nice。剩一分啊！靠北，他刚才要打第三场。啊！他膨胀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打回来就好。最后一分了，最后一分。发不过，发不过，发不过。然后。他们要打一场，他们说要这个十，他们要打五男四女，然后知道哦，对他们女生输，要用21分呢，啊，五男四女要打21分呢，没有，你要15分是4强打21，四强的打21，所以他们这场没打到4，然后五男四女七分换，对啊，五男四女七分换，乱打。学长直接去吃一下，十万二十吧。你看能整连直接这样，感觉那里扣球。这好像是什么？什么马鞍还是什么？对啊，操你妈瑞安！不要这样叫人。上课了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回去了？没错。他慢点教。我们要慢点。没有啦，一样难是。第一节课数学课啊，慢一点没差。但是到时候一起背吧。干，但是我会被写论文吧？写论文不？你确定会写吗？写啊，干让写啊！很多人都会写哦。一半的人都会被写啊！看着看。我操！等明天走过去还会说什么？他们说什么？哎，我们等下先回去装哎，还是红志帮你先回去装。好，哎，陈医生，走。你要不要回去装？你们两个可以再弄。根本就预备动作，你先跟我回去装投影。我要进去赢家。刚刚那个男生就很轻松。没关系，你就陪他，只是陪而已，他只是站着。不要。哦。哎呦呦呦呦呦 ！Nice。哎，你看他们很屌哎。哎操！哎，直接把那个救走。对啊，超。因为你是救好好帅。哎，做的很猛哎。对对对，超猛。真的。哎呦！尤其坤，尤其坤，指导。尤其坤跟那个谁赖佳宇。哎，我们的声音都被录进去。靠！猛哦。没差哦。对啊，没差。我侯云龙超屌。哪里屌？比接起来屌。好激烈啊！我这个点球。哎，黄云龙。黄云龙。很屌是吧？很屌。啊！你跟比侯云龙谁比较强？但是啊，这个他这样，另外一层可以不要解，其他就可以不用解，然后可以出界。可以，他们可以。然后这比多少？咬人来了。其他的就打到那个谁，史玉婷那里，史玉婷，3-2，体育班3，现在四，体育班3，然后现在四，他们3，刚二二，哦，我刚二二，现在他们3，3-3啊，追平啊，十六班，哦，这个吊球 ，nice 啊，输给别人杀，看陈云龙帮陈玉莹救球，对啊。
哇，那是十几天再说一下。他手受伤还可以打成这样，蛮厉害的。对。谁受伤？陈玉莹呢？哦，黄玉龙手不是讲。但黄玉龙手不是受伤，而且包一个。黄玉龙是扣球扣到手那个。有道。你们为什么不看不解？田东旭看不解。你对不起。十六分要赢啊！都没打爆。台进门没封住哎、欸，这个这样没对呀、啊，很奇怪、欸。他们都在看你，对、不要找你们。陈哲哲没来救你哦、喔。哎、欸、哎，这封乱，这封乱救你。乱杀出界。对啊。不要尖叫拍手。哦，我也好想打、哦。你好想扣球、哦，对啊，我们好想跟他们。你扣不到，你就买。扣得到啊。我们想跟他们组个组合队去打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个什么，就是魔兽会有一场是师生跟师长的混合的联赛，应该是是吧？对、啊，你不可能。哎、欸，那场会输吗？我看真的。持球，持球。陈仁哲持球，陈仁哲盖勾啦，杜鹃。好啦。他这样，他直接往后勾过去，这样子持球。过、哦，要考我们。不，我叫黄玉龙要考我。七比几啊？七比多少？我要打多久？好久。也太激烈了吧！过了。七比六。他们七比啊，八比七。哈、啊，这个判断、啊，这个林哲不在，林哲不在，冲凯不在，还有刚才这个干嘛？在楼上。哎、欸，那我们。nice， 球证成功的，那个很好。后面可以在楼上看吗？干嘛？很烂。黄玉龙不要捧上去了。哇，太你也站不住的脚。左手，冲你吗？他这样子，左手，他反手扣哎、欸，猛哎、欸，最帅。因为那个上一期那个刚那种扣那个拖过头。对啊，拖过头啊，那个他在往后挺，往后挺，就是篮球正常。哎、欸，你保球挺进队，这不正常啊！正常好吧，他跳很高。德布能换地方就很强，晃七分啊！快到七分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换场。他们已经七分，超过七分了。他们九。哇！他们处于劣势。九比六。啊！怎么干？太阳逆啊！啊！这个时候出现太阳。干路线啊！太阳看我都看不到。再不错啊！过来了。好。哦，救球啊！这救球好猛啊！王玉琪，阿杰，他瑞安怎么没上场？哦，他瑞安怎么没上场？哎，丢过瑞安了。对，瑞安太雷了。这样犯规。犯你妈瑞安！我们四哲加油，四哲加油！哦吼吼吼！啊，上球。抢球！他就给那五号接啊！反正我刚开始是这个心情啊，我想给那五号接就好了。给肖晨宇。肖晨宇，我干！又挺他又挺腰，还要做，还要做。因为他们常能跳远，对吧？伟成，伟成，加油，伟成！靠你的腰力。压力很好，林伟成都这里打过不了，走回去了，走回去了。我没有理由留在这啊，靠呀！
后左右各包夹。没事。
快。